胃癌手术后多久能恢复？那么这个其实影响的因素非常多，因为这跟病人的整个的状态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像病人的年龄、病人的性别，或者是病人本身有没有伴发其他的疾病。比如说病人如果有营养不良，他肯定就恢复得更慢一些。比如说病人有合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，比如像糖尿病啊，比如像我们的慢阻肺啊、 COPD 啊等等，那么这些肯定它恢复的就更慢一点点啊。那多数情况下呢，我们现在的腹腔镜手术呢，恢复期一般是一周左右啊。我们就是三到五天病人基本上状态就比较好了，我们都鼓励早期一天左右就可以下床活动啊，三到五天病人状态就相对好一点，一般七天啊，我们一般过了文和口这关，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基本上状态就比较好了。有些病人恢复的好一点的，我们都可以让他出院了。恢复的稍微差一点点的呢，比较老年人呢，我们就会多住几天，然后观察一下，如果恢复的更好一点再让他出院啊。所以综合来说应该是五到七天啊这个左右啊，当然跟整个病人的状态有很大关系。